是小凤，刚喂完鸡，现在找蛋，因为这个山太大了，找蛋也是个问题。壳蛋是那个五黑鸡生的，找这个蛋太难找了。这个鸡呀、啊，真的是到处都生蛋，到处都飞呀、啊。这个草丛比较多啊，很难看得到这个蛋，这个草太多了。在这里生了一窝蛋，绿壳蛋，你看这个颜色非常漂亮，这个鸡蛋还非常暖和，这个是今天上午的时候生的。这个石头缝下面也生了一窝这个鸡蛋，这个鸡蛋还是非常暖和的，这个也是今天早上的时候生的。这个石头下面啊，这里比较凉快，那个鸡也都喜欢跑来这里生蛋。捡到一个巨蛋，大家猜一猜这个是什么蛋？比这个五黑鸡的这个蛋要大这个四倍哦，大四倍的这个鸡蛋。哎，这个鸡蛋啊，太久没有发现了，这个鸡蛋都烂了，这个下雨的时候淋到了，太久了，烂了。所以说这个鸡呢放在山上养，它的不好的地方呢就是找蛋了，这太难找了。这个鸡啊到处钻在这个草丛里面生蛋。好了，今天的这个捡鸡蛋的这个就拍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想体验这个捡鸡蛋的这个乐趣，可以找小凤。想了解田野小凤家乡最新的土特产，请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。